昆凌不排斥生老三孝，周杰伦跟小孩争宠。昆凌昨在香港出席奶粉活动，谈到日前与老公周杰伦带住一对儿女游历欧洲，表示不用工作时最喜欢带小孩造访世界各地，希望在他们四岁入学前能够带他们去不同国家体验，之前去法国学骑马，去不同的科学博物馆，希望可以启发他们的潜能。是否再生第三胎？他笑说不排斥不勉强。他也透露开四位与如米娥子弟俩性格不同，儿子较温和，子子十分活泼，弟弟常常跟着子子，我会跟子子说要给弟弟做好榜样。他表示带两个小孩有时会觉得辛苦，但又很珍惜看着他们成长的过程。两个小孩会争宠，经常扭住要抱，问到老公也会跟孩子们争宠吗？昆凌笑说也有一点。对于他投资经营位于西门町的麦奇豆 Fashion and Coffee 歇业，他所表示感到可惜，下一阶段会转型，但现在还未决定。